小乡三龙社区伫咧靠外海的偏乡所在，各项资源较欠缺。三轮社区含山轮湖文史关怀协会，就特别将一个无人住的面体整修做读册馆，提供图书含一个阅读的空间。最近就热心的书店头家，每礼拜六伫咧读册馆来进行免费的教学，每摆拢安排无同款的主题，希望讲会当予读册馆做上好的运用。小朋友认真将地图每一格拢擦上无同的色水，完成老师所交代的任务。虽然读册馆是一个无大的空间，但是这小朋友下课经过或者是放假的时阵，拢真爱来这个所在。每次要上课的时候都会经过这一边，下课回家的时候也是。然后有时候有空的时候就会进来看书。我今天来这里画世界地图，让我学到了多一个国家——日本。最近也有热心的书店头家和社区配合，在每礼拜六透早九点到十一点，利用这个空间举办一挂活动，学生囡仔有所在通去，也吸引更加侪民众进来。我们认养的部分呢，基本上我们就是每个礼拜六的部分呢，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会在这边有。不管是活动或者是驻扎，小朋友如果有功课问题的话，其实也可以过来这边做询问或者是做写功课的活动。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小朋友有地方可以去。真特别的是，图书馆内面的册本拢是由民众捐赠，或者是学校已经使用过的旧册，搁送过来这再利用，就是希望会当推广阅读风气。就是譬如说，有的图书馆或者是学校，他们原本就有很多书，那因为他们要汰换，所以我们就等于把它接过来，啊，把它放在这里，是从四面八方的书汇集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也欢迎是那个各地的所有喜欢看书的，无论是老人或是年轻人或是小朋友，都可以来我们这里看书。虽然四湖乡位于偏乡沿海地区，但是伫山轮湖文史关怀协会和地方志工的努力之下，真无简单才营造这么好的图书馆，民众就要多多来利用。记者陈建华采访报道。